当然啦，到就是爱食鱼啊，甲炖补的时阵哦，啊，所以即几工啊，一寡做鱼啊业者真正是无用气茶看咧在做鱼啊，亲像这婚礼都一间这做鱼啊老店嘛，加请二十个员工哦，啊，毋过嘛是真正是无用甲袂富气啊，讲倒就是赶紧要伫当作进前用正古早的手工做将近3000公斤的鱼啊。一早来到菜市啊，用看到真侪人为着鱼的担啊咧排队买鱼啊。伊摆啥都是单只，大家拢会食鱼啊，向真过年中一回，毛业者也难免无闲卖过来。别钱了，快摆得过个钱。摆偌久？哦，摆不哩久，摆十分哦。啊，来特别来吃咩？啊，哎，这鱼好未歹话。就是少一人排队，让业者加请20外个临时工，嘛是无闲卖过来。为说就为伊外神秘灵，过来脱水，搁经过机器剔出一粒鱼啊，再复杂流程一点啊拢袂当清采。纯竹皮啊去做的啦，啊无南方福记啦，啊较好食，较香的，哎、去铺拢不要紧啦，袂讲安尼过过软软安尼啦，足 Q 的啦。业者表示，虽然今年的竹皮价钱小块起价，不过因为伊个价钱维持原价，平时一天只有用2-3包的竹皮，这几天赶工每天拢用上7-8包的竹皮，就是要伫冬节之前做出将近3000斤的鱼啊，提供民众来过节。记者王雄，今日报道。